谢谢。
技巧都算。
不同的形式变成好，就是不同的人都要有什么？哎呀，我们形式变成还是不同的人都要有什么？就是更加好的变成，就是要不同上升的力，上升的力量不同嘛。我们可能想着发来多个问题，咁其实都系问题，特别有不同，其实都系冇考虑过，其实我们会留意其他标准嘅咧。所以先有不同，真系就是系一个问题。但其實我翻譯澄清咗一個問題，只係我唔會
佢班長點解唔同？我想知道初中多啲啦，你吸引更多資源啦，定係由從小出嚟班長點解會有咁多資源？你有冇諗住？在场人士应该已有变员，从未发言。
小中音樂係咪要俾人忽視啊？啱曬咗。其實可以，甲方要用嘅調配儀器啊，整同啲髮型，亦方面
今年长久的都，所以他讲他你搞一段来后，他们再回去玩。我们从这边都冇玩过，本身乜嘢都做唔到。你想讲诶，你如果有诶。
文音律，才能可以推動我的發展。其實廣告你都只是希望，它根本就是商業化的包裝，音律質素是怎樣根本沒人在乎。最重要的就是收視率，越有錢不是越有機會在麥記裡播歌，但是無線的歌仔就是在麥記隔離人家唱歌。我覺得不是反對商業化，又很想問他有歌，如果你想同同一個人都要選秀節目，但為什麼一定要將應該音樂行先的頒獎變成另一個全組成令音樂淪為配角呢？例如記得我一開始說我彈頒獎其實是想記錄低時代之聲，但如果今天文青記錄記得的時候你真的很靚仔，我一定做什麼都撐你的時候，這些聲音究竟是時代的進步或是音樂的飢渴呢？香港的樂迷可以凝聚到樂迷的力量，以票高
最頂你要將佢哋拒於門外咧。你哋點解覺得統一標準咁重要先 ？Back to basic 就係
公信力啦。咁再問落去啦，公信力又係咩嚟嘅？即係我覺得有好多詞語咧用咗出嚟，或者你今日用認受性啦。咁其實如果諗深一啲嘅話，我發現問，其實呢個字本身都好多人可以問，而我覺得可以嘗試用呢方向組織你兩邊分析啦。你雙方理解認受性其實一種係專業認受性，一種係大眾嘅認受力係啦。咁呢兩種認受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都提，即係我諗大家都將條件提實都大諗過。認受性呢啲係冇一個絕對標準，我覺得係睇翻情況同時間，即係喺社會嘅政治選舉環境，某種認受性係重要啲。可能喺學校嘅環境係某種認受性重要啲，喺某啲行業嘅環境係某啲認受性重要啲。即係我覺得，如果要探討落去嘅話，我覺得要專心啲嘅係你哋雙方所講嘅嗰種認受性，具體嘅落到去係啲乜嘢啦？點解啦？點樣去達至啲認受性？即係我覺得除咗表面嗰陣，純粹用方案啊去講一啲話題，去講下時公事結交之外，我覺得更加要探討嘅就係再入多層，其實背後你哋嗰個理念，即係個 concept 認受性係你兩講乜，兩邊即係要拗嘅係呢個層面拗。如果變咗只係留於表面一層，就純粹係有少少口水交，即係講完我哋有個專業評審唔係唔順眼，即係就去到呢啲情流，去呢啲 level， 但係就招唔到我嘅時候。就未必好絕對性喺呢啲內容上，俾個位聽你係贏咗，或者你輸咗。所以呢個位我係係咯，即係有少少感覺就係好散漫成，呢個就係每個現場黑暗一啲，而黑暗完之後，亦都冇得好深刻嘅結論話俾你聽，邊邊贏過邊邊輸，商業掛上同樣啦。即係打開呢個論點，但其實正方都有啲立場嘅，對商業你係有一個諗法嘅，即係要出資金啊等等。咁又係啦。商業元素對於頒獎禮個具體重要性係啲乜嘢？再我心裏探討咧，你有又舉例子例外國嘅市場，但其實具體個發展 model 係點樣嘅？即係點樣透過商業嘅資源，透過商業引嚟資源幫助外國發展，又可以問不論係學為選出或者專業評審，同商業掛上嘅互動性係啲乜嘢？咁我覺得呢啲位置又係唔係太解釋得太多。而都係留喺個表面啊，冇資源，即係可能政府甲方市場講需要資金，嗰資源就好難去講。最多數下嗰個例子，甲方就類似攻擊對方就啊商業掛上，但都係留於最表面白鋪出嚟嘅嗰陣，真係探討落去商業掛上資源嘅重要性啊，同學態互動啊，同學態專業互動係啲咩咧？又未太睇得清，即係喺台上，所以我覺得整體感覺係。係啦，需要散一啲咁係呢個係我對今日呢場比賽整體嘅睇法。而再落多下面咧，第二樣想講就可能兩邊有個初嘅重點上，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傾下。第一個咧就係正方，其實正方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或者甲方啦，有一個位咧，我講出嚟就我係覺得想聽多啲嘅，因為你哋比起白乙方咧，我覺得係優勝嘅，你更懂得去。用為主去幫你鋪墊某啲講法，喺某啲論點，呢個我欣賞。但問題係你有咗呢個方向啦，但具體解釋落去咧，又好似未解得好通。即係我覺得啱嘅位係你嘗試用為主去突破某啲嘅，例如對方對於一啲專業先可以判斷到嘅獎，你嘗試用為主去講咗。你話啊，其實有啲獎都係加翻俾專業，但只要為主嘅係學埋就得啦。OK， 你講咗呢把，我覺得係可以嘅 ，make sense 嘅。但下一步就係咁調翻轉啦，你哋心目中為主，仲要你哋轉變咧，我覺得我唔知係策略定係點啦。你哋定到心裏死嘅位就係真係用數量10%嚟揾個佔比啦，你哋講。咁具體可能先過50% 個學位，咁過50% 嗰個線點畫同埋嗰個理念係啲咩咧？但你又就去翻一啲好理念層面啦，你又會講翻參與度啊、認受性。咁具體操作同即係為主嘅具體操作。你個名講咗對方，但當你解釋翻自己嘅時候咧，你又攞啲相對原則啲嘅，或者係認受性一啲大啲嘅 principle。咁呢個你要用為主嘅時候，你喺現實層面去講啦，定原則層面去解讀，其實係有啲跳咯，我覺得有啲觸神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會想聽到就係你嘗試用呢個現實嘅客觀嘅評準去解為主有啲獎使學埋嘅。咁我會更加聽多啲就係，咁即係絕對數量上一過一半就或者佔比過一半學埋，咁個為主嘅原因又係咩咧？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位係
係有一個專業嘅團隊啦，300多人啦，巴拉巴拉。我自己有啲疑問嘅，包括咁當然啦，甲方係其中一個，我覺得真係失色嘅，第一冇針對嘅方向攻擊嚟嘅。其實我都問下一問嘅，有邊個真係超特？首先問有300個肯即係坐喺度聽曬歌，然後幫你評斷嘅音樂人，已經係個問題啦，有報酬啦、合約啦，即係有大層嘢出嚟，仲未計啊嗰啲報酬合約邊個負責咧？政府啦、商業機構啦、TVB 啊、明邊個？即係又係好多嘢可以問嘅。係表面上你操作係好上專業，但如果背後有好多嘢甲方係值得問、值得攻擊，而且你真係逐個問咧，我覺得你花完一個試會好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欣賞你呢個嘗試，但甲方都冇攻擊你啦。但我好奇係想知道呢啲，即係如果甲方打咗咧，我想係想知道呢個方案嘅背後係啲咩。但今日就補充到啦，有少少可能性。咁最後就係最後一點嘅例子，我覺得。呢場比賽用啲例子咧，有時大膽啲咧係可以解釋到嘅。例如甲方，如果你大膽啲，就通過楊千嬅好耐。我係甲方大膽啲同佢講，我真係覺得佢嗰兩首歌好好聽喎，我真係覺得一首都夠佢贏喎。咁又如何咧？係咪即係我喺呢場咧有好多需要主觀嘅例子同問題咧，就你肯大膽啲、放膽啲咧，其實好好玩嘅，即係打出嚟嘅感覺。但因為雙方就好似需要保守啲打得，咁就。有啲位可以精彩啲嘅反駁咧，就又係可惜咗，即係啲位可以打到嘅。咁係咯，咁我整體評題講到呢啲先啦，其餘交俾各位。所以我覺得佢唔帶嘅，所以我覺得相關其實喺對於自己嗰個主先方、大業嗰個控制方。
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啦。而且咧，我覺得如果我係甲方嘅話咧，我覺得你有啲嘢三人幫呢個串埋一齊咁嘅情況係更加唔理解同埋嘅 execution 更加好。例如咧，你有分開有講過呢樣嘢，就係、是評判佢嘅 standard 係唔清楚啦。咁然後而且商業化需要錢啦，然後再加埋咧大眾嘅 concern 其實都係好嘅認受性啦。咁如果我係你咗，其實我會一講一實串埋啲三樣，咁可能都就唔成功啦。例如你而家係話，反正其實連評判嘅 standard 我哋都唔清楚佢哋嘅統一嘅法規標準點樣啦，而佢哋選呢個評判出嚟，或者個評判佢所講嘅standard 嘅佢嘅挑選出嚟嘅作品，你都係未必得到大眾嘅認可嘅話，咁反不如我哋去運用翻大眾嘅認受性，因為呢個認受性係更加容易。而且再加上咧，我哋係需要金錢嘅投入先，到令到個行業嘅發展。我想問有冇同學講點解呢兩個嘅好處加埋都唔足夠去抵消你個所謂又唔清楚嘅專業嘅標準咧？即係如果我係你講，我將佢串埋一齊嘅話咧，聽落就會順啲啦。咁同埋咧，我就會而家就應該會講少少係關於啦細節少少嘅位啦。例如咧，我覺得咧，乙方咧，你喺有啲位咧就會覺得。你會覺得啲狂叫聲，即係譬如你依個係你哋 free 嘅時候啦，你就話樂壇咧嘅關注點係兩級分咗，但係因為多人就等於好，咁其實佢打開唔係講咁你好唔好，其實睇你乜嘢 standard 啫嘛。咁如果好嘅，以你哋嘅標準咧就係專業就係好，咁而佢哋 standard 就是多人認同覺得佢係大眾化樂壇又為之好咯。咁所以呢啲咁嘅攻擊群咧，其實係有少少無謂嘅認同嘅，因為好呢個字咧係好 depends on 大家嘅立場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問問題方面咧，可以小心少少。我同埋講咗最後一樣嘢咧，就我覺得雙方嘅例子咧，喺運用上面要小心啲。例如係個甲方先啦，主辯嘅時候咧，你要同我講咧，話佢 K-pop 嘅 drama 係以國民選出為主咁樣啦。咁首先一嚟咧，其實今日辯題就冇講過係香港嘅國民，即係其實我真係可以同我嘅學過講下啫嘛。而咁啱我係有聽開 K-pop 啦，咁而 drama 咧，其實佢本身嘅長項咧，不嬲都係好被國民所。救命，因為咧，其實啱啱所以雖然你所謂係咁話係選出啦，但係其實咧，好多人覺得佢係分組，又即係佢係覺得佢攞大獎嘅嗰個團體咧係唔夠認受性嘅，即係佢覺得個視圖片出嚟嘅主辦方其實都係會照佢哋自己嘅喜好而唔係真係跟呢個標準啦。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例子嘅話咧，其實係對於有了解開機方嘅嚟講係會有少少唔係好理解，因為事實上可能真係咁。譬如粵方嘅問題，你哋個例子好奇怪，就係主編第一個 point 咧就同我講 Era， 就講關於長谷部幫你嗰個心理考驗。咁佢同我講咧，話如果成日見到嗰個團體即係嗰個歌手嘅話咧，就會產生好感。咁跟住就投射俾佢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效應咧，可能係真係存在，但係就唔係好用 Era 呢個例子，因為事實上 Era 係一個比較知性嘅團體，亦都有可能係因為 Era 嘅長谷部幫而對佢產生好感。所以我覺得你揀例子嘅時候咧，係要注意少少嘅，係啦。咁我。又或者譬如話，要方講，譬如話格林美
掌握台灣嗰啲，咁究竟佢點樣選拔咧？佢個評審團係點樣組成咧？佢個評審準則係啲咩咧？我係唔知，即係我當啊，你講當我係張白紙，咁我就要知，我就要透過你哋馬口話俾我聽咧，佢哋嘅機制係點樣運作？而家一種機制嘅運作嚟講係好係好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今日仍然係好直接相關，但係知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咁我就好睇其實其他嘅因素嚟判斷啊，就係，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呢個係好大缺失，咁我覺得其實會係喺大家喺即係如果有翻去睇大嘅時候，我希望即係或者係更加教育嘅醫醫嘅時候嚟講，可能要補充一下啲位置啊，係好多人嘅common嘅地，即係大家common嘅地方講完，咁我就講講自己換一啲書嘅理由係點啊。我先講甲方，如果我講甲方嚟講咧，第一件事嚟講咧，其實你基本上成個 con 都係甩咗嘅，成個我探法之成個 con 喺基本上之後，基本上聽完轉變之後，我係冇聽過。就圍繞住嗰樣嘢就會係，因為票高者得，所以因為佢認受性高，咁好啦，跟住之後嚟講呢個位置咧就會問嘅就係話，粵方嘅公辯一開始問嘅就係話，我彈頒獎禮係咪需要分高下啊嘛，係咪啦？咁多人揀出嚟，咁係咪一種分高下嘅方式啊？我覺得可以係，其實點解大方直接性嘅？多人投出嚟呢度唔係做分高下方式咧？點解一定要係嘅？就係話係用所謂嘅標準專業嘅標準評審先叫做係分高下呢度係呢個係第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咁好啦，到跟住所以嘅就係話係咁，所以嘅就呢個嚟講嘅就係話，如果係因為透過呢一種嘅方式係分出高下嘅時候嚟講，而唔再係個性人嘅呢一種所謂專業評審主導嘅時候，咁點解呢一度唔係推進咗學壇嘅發展咧？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嘅其實係有。好大可以推進嘅空間，而但係嘅就係話，我覺得嘅甲方今日係喺其中係好快就已經放棄咗呢個戰場，然之後就要去好有啲左支右絕嘅感覺嘅，就係話要回應點解嚟講學迷一定會係揀出嚟嘅嘢嚟講嘅，就係話係就話係好或者我揀出嚟嘅係好問題，好左支右絕咁樣樣咯。咁但係我就會第一件事，即係當粵方好強調嘅問題就係。因為咧，班專業評審咧會簽曬合約啦，佢會聽曬所有嘅歌啦，佢又有咯呢一堆嘅嘢啦，咁所以佢就係最專業啦。佢俾出嚟嘅結果嚟講就係最好嘅，咁所以嚟講應該係專業評審做主導啊。我呢個係粵方嘅立場嚟講，我諗我冇會審得到咧，應該係我冇問題。咁我就好似教嗰陣時聽到呢個話，好似好困難去回應啊，就話係。咁第一件事嘅係點解只有呢一種先係唯一客觀絕對嘅標準咧？就話係。即係喺以往嚟講，我真係想問下嘅係，究竟有邊一年嘅學壇頒獎禮嘅結果嚟講，有冇俾人 challenge 到嘅？會係一定有俾人 challenge 到嘅。係例如嚟講嘅係，即係講即係我都已經預計咗粵方可能講半千多，或者講一千話嗰啲嘅，講機會嗰啲例子，一定會有。咁但係我就冇乜點聽到嘅係甲方嘅一啲預備好嘅回應。但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 common 嘅例子嚟嘅，都會係。咁呢啲 common 嘅例子嚟講，係應該係一啲有一種期望出嚟嘅國法。咁其實頭先嚟講個例子，就成日講我就會係台灣大風上面嗰邊都唔得，幫佢古天樂咩問題啊？即係幫楊千嬅咩問題啊？我都覺得佢唱得好聽喎，可以係咁嘅喎，真係同埋點解一定要係你班人嚟講句句出嚟話覺得咁樣唱叫係唔好聽，咁樣唱先叫好聽？點解咁樣先就係標準先咁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嘅係要帶出甲方嚟講，其實帶出一種 concept 嘅係。唱一隻歌，究竟唱咩樂器？你唱俾林平審聽。咁我就所以呢個就我係咁，點解係講個係咁最，即係當年古天樂唱最佳男朋友，佢我真係講可以，係咯，即係嗰啲係好，即係會係，我覺得係可以好大方咁樣去認咗佢。咁你講大方咁認咗佢嘅時候，咁對方最嬲嘅差行嘅就話係咪搞錯啊？即係就話係，一係就話低俗啦，一係就話好文粹啦，落去佢啲回應嘅啫，都會係。咁大嘅問題係咁，樂壇頒獎禮咁你要分高下嘅時候嚟講，如果你唔貼地，點解嚟嗰度最後專業評審出嚟會所謂高高和寡咧？會係即係我舉一個簡，舉一個嘗試舉啲比喻啦，可能係你啲係樂壇，可能你可以話比喻麥當冇問題嘅，但係我純粹打個比喻就係，即係就係例如奧斯卡頒獎禮，咁奧斯卡頒獎禮嘅時候嚟講都會有好多 challenge 嘅，就係話喂，咁其實奧斯卡頒獎禮都未必係會頒俾一啲嘅，就係話最主要啲。影隔離 Marvel 電影 ，Marvel 電影好危險㗎，但係你見 Marvel 電影會攞最佳電影，因為就會係啦，即係因為嘅係Oscar 佢又係有一定嘅評審，佢有一定入圍標準，但評審標準係乜係唔知嘅，就會係啦，即係佢有一定嘅一啲標準喺入邊嘅時候嚟講，即係就會發現嘅
而係覺得好似個香港同我哋冇乜關係，即係好似啊係喎，關出卡咯喎，我要聽咯喎，咁樣發個題目就好似我佢冇乜選擇嘅權利喎，仲係呢一班人呢個獎之後，呢一班呢個獎佢係點解佢係第一二三四五六人叫喺度咧？點樣排咧？知道喎會係，咁所以嘅就係話由惡為選出，其實就係要俾到嘅就係話惡為係一種由惡為去主導翻，俾惡為覺得呢樣嘢係慣事，由惡為再帶翻去個嗰個惡態嘅發展。我覺得咁樣就會好扎實好多啲嘢就覺得係。即係你惡迷有一種嘅就係話一種嘅就係啱啱你主面所講嘅效能感嗰樣嘢，但係呢一樣係後面係唔見曬嘅問題。咁我覺得嘅就話係呢一樣嘢嚟講就會比就呢一樣嘢變家嚟講嘅就會係即係好似變咗就會落翻去就係話係點呢個話就話好專業啫，但係其實佢都係好多人嘅事咯，咁樣咪覺得話惡迷覺得冇乜關係咯，就會係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嘅係如果夾方喺呢啲位置嚟講咧，去發達去講咧，其實就會係會好好多嘅就係咁。我覺得如果呢一個係就冇做過，我覺得就係會夾方輸嘅，比較大嘅理由。到粵方嚟講咧，就會係咧正如剛才先生所講，方案上嘅問題，哇！你嗰度好似好正啊，300人評審團啦，就會係。我睇你想問你嗰300人會係邊啲人組成咧？會係我突然間就即係諗到個例子。咁我舉淨係舉，你話住話係嗱係嗰個範疇嘅，我淨係可以同翻嗰個範疇啊嘛，話係咪一定攞？我冇乜人會否定，即係廣東歌嚟講，填詞或者填詞人嚟講，林夕同埋黃偉文應該係高水平嘅人啦。咁我想問有啲乜嘢專業嘅人士可以評林夕同黃偉文咧？我會第一件事聽到呢個問題啦，就會係即係譬如話監製嚟講，即係監製都係咁多人，咁有乜嘢專業人士去評嗰陣監製嘅人咧？就會係我又係要問呢啲問題啦，就會係咁，所以就會係你話即係我嘅係。你要聽落去，我唯一我最大嘅，我聽落去到最後，唯一最大嘅就係、是、哇，因為佢有簽合約嘅，佢簽合約佢要聽曬所有歌嘅，嗱，所以嚟講咧就係你聽得莫名多，所以就係專業化就會係。咁我真係第一件事真係諗入邊啲人真係會有影響到300人，我真係諗唔到啊！真係就會係，我就但係個問題係夾嗰人走去差人再就會係，咁但係你如果每一次嘅時候嚟講，我就會覺得係。你好似講得好有信服力，因為簽合約啊嘛。但其實喺我心目中，其實好蒼白嘅成件事喺度嘅，係即係我真係唔知邊啲人係會做呢樣嘢。我都仲理解過黃先生所講，喂邊啲人去監察住呢300人咧？會係邊啲人嚟講去俾錢去做呢一件事咧？就會係即係你諗下，理論上嚟講，你講得佢有咁有信服力嘅時候，有理論上佢一做得專業評審，就應該全年嚟講就唔可以作歌，唔可以填詞咯，就做乜嘅喎？係因為做咗落去點專業先嘅會係。係啦，定係佢做乜嘅？咁佢做乜咁？點解又係會唔會利益衝突咧？又會係會不斷咁問呢啲問題咯，就會係。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一俾人問落去，你講落去好似好有信服力，但係越問落去就越俾人打爆咯，就會係。咁你打爆嘅時候，如果你個方案一廢咗嘅時候，咁你就後面所有嘢都做唔到咯，就會係。即係其實係好危險嘅事嚟嘅，就會係。望落去聽落去一個好似好有信服力嘅方案，但係一彎落去嘅時候就有好多問題嘅，真係就會係咁。係咪即係咁呢部分應該要點樣處理咧？我暫時都未有一個好好嘅答案，真係就會係，真係有利有弊嘅，真係就會係咁。咁所以就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嘅係，如果我今日要管理書嚟講，呢個係第一個好大嘅問題。好啦，到第二個，其實呢個係用翻甲方嘅標準。今日甲方用嘅標準嚟講嘅就係話係過即係就係話過半數嗰樣嘢啊嘛，就會係。咁如果甲方嘅標準係即係除咗我啲咩裝？嗰啲入翻專業評審，其他獎項全部由呢個學位選出，咁其他獎項係過半數，所以係都係學位為主。咁喺你嘅標準之下嚟講，有問題咧，有問題。咁當然咁嘅你係有問題啦，咁就會係，即係我會想帶出嘅就會係，即係如果即係就係、是、你係要小心嘅就會係，即係佢可以帶，即係佢可以選擇唔帶可能性嘅，即係就係，即係你話佢嗰座係啊，咁你喺。公面嘅咩問，知唔知咩叫監製？係我都唔知咁嗰度問題。咁但係嘅就係我話監製會同佢話監製要評，其他嗰啲嘅地方，你翻嗰啲我去評嗰個問題，大家都會係冇充分因為重點係講為主啫嘛，我冇講係全部啊嘛，係啊。咁所以嘅就話係呢啲字眼嘅位置上嚟講，就話我會覺得喂，咁聽落去嘅時候就會係即係好容易跌咗，即係相當好容易跌咗啊，就會係即係因為呢題係為主而唔係全部。咁其實係咪就係話要必然地完全否定埋嘅就係話係惡迷係等於即係完全冇判斷力同埋冇智慧咧？就問題咁按照你呢個邏輯嚟講，咁係咪所有嘅比賽都應該有涉及到
係啦，即係我即係所謂嘅大家部分去投呢一個嘅因素咧，就連嗰個專業好重要啊嘛，都會係。同埋我談翻上嚟頭先，承接翻嘅就係、是、即係一開頭講就會係大家對於認受性嗰種嘅理解嘅唔一樣嘅事況嚟講。咁究竟嘅就係話嗰種公信力同埋認受性係咪真係只有呢一個嘅所謂嘅專業，定還是其實係攞到大眾嘅嗰種嘅認同，其實係咪都係一種公信嘅一種？即係而家好多嘅頒獎禮，蘇科就話專業評審點解都會俾人 charge 嘅，又未上咗兩張 charge 咧，好似佢有兩個啊，你知點解都會係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係話就即係其實但係到以前可能冇乜人聽，但而家近年多咗聽咗就係話喂，其實就大家就好似變成嘅就好似學錯講，大家咪就係坐喺電視度聽到結果咯，咁聽到結果咁其實關我咩事啊？咁呢個就係我嘅問題咯，就係咁呢個係咪一個係即係我覺得嘅係一個可能要講咗佢需要嘅思考嘅。方的第一副面，原来还好。